同学们早安，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一，今天好朋老师一起来学习数学，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 Selamat pagi murid-murid, hari ini belajar matematik bersama dengan Cikgu Bong. Semua bersedia? Jom, marilah kita bersama-sama belajar matematik. 同学们，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数学课之前，先来和彭老师读一读今天的日期。今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一。Today is Monday. Today is Monday. Hari ini hari Isnin. 日期是2021年2月22日。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数字一至二十。Let's rewind number 1 to 20. Are you all ready?准备好了吗，同学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哦，复习回之前的学习过的数字一至二十。好，同学们，来，我们来看看，跟老师来读一读，眼前，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了的，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同学们还记得吗？这个就是二十，我们学习过的数字一至二十。好，现在我们来看英文的。OK， 一的英文是叫 one， 二的英文是叫 two， 三的英文是 three。四是 four， 五是 five， 六是 six， 七是 seven， 八是 eight， 九是 nine， 十是十就是 ten， 好，十一 eleven， 十二 twelve， 十三 thirteen， 十四。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同学们记得了吗？这个就是1到20我们学习过的。好，现在同学们，老师给你们。你们请拿出你的数学课本，请翻开第二页，我们来做一做复习。好，同学们，先写上今天的日期，今天是星期一，2021年2月22日。同学们把日期写上。好了吗，同学们？好了，我们就来填。填，来看它的指示是什么呢？填上缺少的数字，然后开始玩游戏。好，同学们，我们先把数字写上，然后可以跟在家跟爸爸妈妈玩游戏。好， fill in the missing number, then play the games. OK， 好，这里是有起点跟终点，起点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好，起点的地方就是开始。好，同学们，一了到什么号码？一跟三中间是，对了，很棒，一跟三中间是二。一、二、三，三了到，所以可以告诉老师三了到，对，三了到，四，真棒，你们，好，四了就到，所以可以告诉老师四了就到，五，很好，五，好，同学们，五了，六，六了到，七，对吗？七了到，八。很好，八到九，九了到，对了，九了到十，很棒，十 ，OK， nine to ten， 十了到十一，十一是 eleven， eleven 了到，对了， eleven 到 twelve， twelve 就是十二，十二，十二到十三，十三到十四，很棒，十。四，真棒，十四了的，十五，十六 ，sixteen until seven
17. Yes, very good. 17, 17. 17了的。18, 很好。18了的。19, 19, 19的。20, 20. 好，这就是终点。好，同学们，你可以在家，你需要的是骰子跟棋子。好，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放你的一个棋子在这边，然后你拿骰子来丢，看谁可以到20最快的，就是为赢家，谁就胜利了，赢了，谁先到达蓝色外套的玩家获胜。Okay, you can play the game at home with your parents. You need a dice and counters. Okay, rules. Each player can choose a counter, then start by putting all the counters on the board. Okay, then you turn to throw the dice and move the counters accordingly. Okay, 你就丢你的骰子，然后看拿到几号你就走。Okay, 谁先到达到蓝色这件外套的，就可以成为赢家。Who can reach to the jacket in blue colors? Who will be the winner? Okay, who can get the blue jacket first is the winner. 可以吗，同学们？你可以在家跟父母一起玩这个游戏。好，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过的数字一到二十。This is the number 1 to 20.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看看老师今天要教你们的新知识是什么呢？ Now we need to learn a new.Topics， 我们来看看新的单元。OK， 好，同学们，这里请拿出你的数学作业，请翻开第二页。好，这个练习你们可以在家做。我们也是学习复习数字一至二十。Let's rewind number 1 to 20. OK， don't forget to write down the day and date。先写上今天的日期，星期一，2021年2月22日。好，同学们，刚刚也是一样。它的规则是什么呢？它的指示是填上裙子上缺少的数字，然后把裙子涂上颜色。Fill in the missing numbers on the dress, then color the dress. OK， 同学们 ，fill in the missing number， 填上缺少裙子上缺少的数字，一了到什么号码呢？同学们，你还记得吗？对了，一到二，二了到三，很棒。好，同学们，你们可以完成吗？这个，你把全部一到二十的数字填写进去，圈圈里过后，把裙子涂上颜色。Fill in the missing number on the dress, then color the dress.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看要新的单元，我们要学习是什么呢？好，我们要来看的是十以内的叙述。十以内的叙述就是 ordinal numbers first to tenth。 好，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2月22日。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看新的我们要学习的单元。好，同学们，这里有一场比赛，还记得吗？运动会我们有赛跑比赛，对吗？好， finish 就是我们的终点线。好，谁跑到终点线跑第一的就是第一名，对吗？还记得吗？好，我们的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男生，你看他是第一个跑到去终点的。 OK， 他是第一个 finish。 OK， run until finish， then he get the first place。 OK， first place 就是第一，第一。好，接下来排第二的是谁呢？橙色衣服这位男生，他跑第二名，所以 second。 好，他是 second， 就是第二名。好，第三的是谁呢？好，这个男生就是跑第三的，白色衬衫这个是跑第三的，他跑到 third 第三名。好，接下来这个红色衣服的呢，就是跑到第四名，第四就是 fourth。 好，这个接下来这个是跑第五名， fifth 跑到第五名了，第五，所以还是第五名。好，接下来第五的后面就是第六，就是 six 就是排第六。好，这位男生就是排第六的。好，第六的后面是什么号码呢？六的后面就是七，所以这位男生是跑
第七就是 seventh 跑第七。好，七的后面同学们是什么呢？对了，还记得吗？刚刚的数字七的后面就是第八，对吗？所以第七的后面他是这位男生排跑到第八名 eight 他跑第八名。好，八的后面就是，对了，八的后面就是第九，黄色衣服这位男生跑第九。好，九的后面就是第十。好，这位男生就是跑第十 tenth。所以这个比赛中跑第一名的是不是 first 就是这位红色的？你看他摸到第一个，摸到终点线的，他摸到终点线，他可以跑第一、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赛跑比赛，谁跑到第一个摸到的就是终点线的，就是排第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图。好，同学们，好，你看这是什么图呢？他们在等巴士的图。 They are waiting for a bus.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bus. Okay. They are lined up at the bus stop. 他们在那个巴士站那边排队。同学们可以吗？来，谁可以告诉老师谁排第一呢？谁可以告诉老师第一的是？我们看那个排第一的就是在他身边的排第一的就是 Who is the first? Okay, so Kate is the first. Kate 这个名字小女生叫 Kate, 所以她是排第一。如果巴士来了，她就是第一个是上巴士的。 So if the bus reach, Kate will be the first person to enter the bus. Okay, Kate 她是第一位上巴士的女生 Kate。 好，排第二的是谁呢？对了，排第二好像平时在上课时同学们也是有排队，对吗？ Same line in the class, all the children will need to line up in the class, right? 同学们都需要排队，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在巴士站那儿排队。 So who will be the second? Who will be the second? So Lizwill be the second, 排第二的就是 Liz, 她是排第二， Liz 排第二。好，第三的是谁呢？第三就是 Mr. Boris 就是这位男士，他排第三。 Mr. Boris 就是排第三，他是第三个人上巴士的。好，接下来第四的是谁呢？ Mary 就是第四位上巴士的人 Mary。 好，第五是谁呢？谁可以告诉老师第五的是？对了，第五的是这位女生，她是 Susan 排第五，对吗？同学们，我们来看，她是一，这是二。好，这个不美就要擦掉，好像平时同学们写到不美的字也是要擦掉，重写过。Liz 排第二， Mr. Boris 排第三。好，第四的就是 Mary 排第四位。好，第五位的就是 Susan。 好，这是五， Susan 排第五。第六的是谁呢？对了，第六的是 James, 他排第六位，所以是第六，他排第六位。第六个人上巴士的第六是 James。好，接下来 Tim 他排在第七， Tim 排在第七，所以是第七个人上巴士的。 Helen 呢？ Helen 排在七的后面就是八，所以 Helen 是排第八。好， Helen 的后面就是 Mrs. Gray 他八的后面就是，对了，八的后面就是九，真棒你们，八的后面就是九，所以 Mrs. Gray 就是排第九， Mrs. Gray 排第九。好，第九的后面是什么呢？对了，第九的后面是十，第十个人上巴士的是 Janet
所以它是排第十，第十位上巴士的人。Janet will be the 10th to enter the bus. Enter the bus. OK, 同学们记得吗？我们每次都是要排队的，所以一到十排队上巴士要有秩序的，不可以争先恐后，不可以推人家，懂吗？排队。所以 Kiss 第一位， Liz 第二， Mr. Boris 第三， Mary 第四， Susan 第五， James 是第六， Tim 是第七， Helen 是第八，第九是 Mrs. Gray 第九，第十是 Janet。 所以他们这里有十个人，可以吗同学们？好，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是一个火车，火车上有许多动物，小动物。 OK, this is a train with animals. OK, so who will be the number one? 好，火车头在哪里？ This is the OK, trains. OK, this is the start from the train. OK, first class. 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卡车。 OK, so the zebra will be the yesWill be the first. 第一，长颈鹿会是第一，它是排第一。好，第二个卡车的是谁呢？ OK, what animal is this? 这是什么动物呢？这是什么动物呢？同学们，好，同学们，这个是，对了，老虎，小老虎会排第二， second, 小老虎是第二。好，接下来这个呢，第三个有星星的紫色的小卡车，第三的是谁？对了，小象坐在第三个卡车位，所以是第三 third, 第三小象在 third, 第三。好，第四的是谁呢？第四的是小鳄鱼，对吗？第四的是小鳄鱼， so will be the crocodile will be the fourth, 第四。第四 ，fourth。好，接下来第五的是谁呢？同学们，第五的是，对了，第五的是小狮子，小狮子是第五 ，fifth， 第五，小狮子是第五。好，接下来第六的是斑马，斑马先生是排第六 ，number six，OK，、okay, number six will be the zebra， 第六。第六 ，six， 好，最后一个卡车的位置是第七，第七谁坐的第七呢？是小猴子，小猴子 ，the monkey will be the seventh， 第七 ，seventh，OK，、okay? 同学们，这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有七个，同学们懂吗？第一就是 first， 第一是 first。第二是 second， 第三是 third， 小象是排第三，小鳄鱼是排第四，是 fourth， 小狮子是排第五， fifth， zebra 是排在第六，斑马先生排第六， sixth， 好，最后一位的是第七，第七是小猴子 monkey， 它在 seventh， 好，同学们可以吗？这个就是顺序，看谁排第一到第十。好，我们现在来做一做练习。OK， 它要 first the cat 小猫圈起来，这个是第一的小猫圈起来了。好，现在我们要 second 第二顶帽子圈起来，哪一个是第二呢？同学们来数一数，这是一，这是二。好，同学们，哪一个是二呢？对了，这个是二。很好，这是三，这个是四。所以他说要把第二顶帽子圈起来，所以是把这一顶帽子圈起来，一二，这是二，把二圈起来。他说接下来柠檬 ，lemon 是柠檬，要 third。第三粒柠檬圈起来，所以哪一个是第三呢？给老师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好，这里有十粒柠檬，所以第三的是 so second number third lemons， OK， so second lemon in third place， OK， so this will be the answer， 这个就是第三的柠檬圈起来。好，接下来它是要苹果 apple， 第四的苹果，所以要圈起来哪个是第四呢？一二三四，所以要把第四粒苹果圈起来 ，the fourth， 是个 the fourth apple。好，接下来 fifth， 第五的是 ball， 我们第五粒球。好，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第五粒球是个 the ball in fifth place， OK， 是个第五粒球圈起来。好，接下来第六 bowl， 第六个碗，同学们哪一个是第六呢？一二三四，很好，这是五六七八，好，第六个碗他要说圈起来， so circle the bowl in six， OK， so circle this， 第六个碗圈起来。好，接下来是裙子 seventh， 他要第七的，同学们数一数圈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把七圈起来， so circle the dress in seventh， OK。第八 eight apples， 哪一个是第八的？我们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so circle the apple in eight。好，第八粒苹果圈起来。好，接下来它要第九 ninth ball， 把第九排第九的球圈起来。我们数一数有多少粒是先。先数一数有多少粒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好，同学们这里有十一粒球，我们要把第九粒球圈起来，所以这个是第九粒球，圈起来。好，接下来要十个杯，我们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老师写的不美，就要重新擦过写过。好，这是第十，这是十一，所以它要第十个杯，所以我们要把第十个杯 circle the cup in tenth， OK， so circle this， 第十个杯圈起来，同学们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以内的序数，就是它的位置 ordinal numbers first to tenth， OK， 接下来同学们我们来做一做看一看。好，同学们，接下来看一看你的课本，请拿出你的数学课本，请翻开第三页。同学们，记得写上今天的日期，也是一样，星期一，2021年2月22日，可以吗，同学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好，同学们来看一看，说一说 ，look and say， 我们来看，这个是柜台。付钱的柜台，好像我们在 Econsafe 买东西，付钱的柜台，好，全部人在排队等着付钱。好，这位男生是排第一 first， 这女士是排第二 second， 第三 third， 第四 fourth， 第五 fifth， 第六，这是第六 sixth， 第七 seventh， 第八 eighth，第九 ninth， 第十就是 tenth。 好，这里有十个人在排队付钱。好，同学们来看看，
根据以上图片圈出正确的答案。 Based on the picture above, circle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谁穿着红色连衣裙？ Who is wearing a red dress? Red dress 就是红色的连衣裙，谁穿上红色的裙子呢？第几个人？我们来看看她是第几呢。好，这位女生是穿红色的连衣裙，她排在第几位呢？对了，她排在第二。 She lined up in second. So, 谁是 first? 第一个人呢还是第二个人？对了，她是第二个人。同学们，所以要把第二个人圈起来， second person. So, circle the second person. 好，接下来她问谁戴着眼镜？ Who is wearing glasses? Who is wearing glasses? 谁戴着眼镜呢？同学们看一看这十位的人，正在排队的人谁戴着眼镜呢？这位男生有吗？没有。这位女士呢？没有。这位女士呢？没有。啊，对了，找到了吗？就是这位穿着蓝色 jacket 的男士，他是穿着蓝色的 jacket 的男士，他戴着一副眼镜。 So this will be the man who wearing a glasses. So 他排第几呢？ So the fourth person or the ninth person. 第九是这位女士，所以是排第四的。 So circle the 第四个人，他是戴着眼镜的。 So circle the fourth person who is wearing the glasses.OK, 同学们可以吗？第二位女士穿着的是红色连衣裙，第四个人就是戴着眼镜。好，接下来同学们，请拿出你的数学作业，请翻开第三页，别忘记写上今天的日期。 Please write down today's day and date. 星期一，2021年2月22日。好，同学们听指示，根据叙述找出正确的物品，并涂上颜色，找出他的要的物品，还有涂上颜色。Find and color the things based on the ordinals number given. Based on the ordinals numbers given. OK, 他要的是第三，你看，他要的是第三 third. So here is the first. Where is the third? 所以第三的同学们，你就要涂上颜色。One.Two, first, second, third. So need to color the third. Okay, 你要涂上颜色。第三顶三个袜子你要涂上颜色。So color the third socks. 所以第三的袜子你要涂上颜色。同学们可以吗？ Okay, 接下来他要的是什么呢？ Okay, then this will be fifth. 第五 fifth.这个要第七 seventh, 这个要第九 ninth, 所以同学们你可以把第五的裤子长裤涂上颜色，第七个裙子涂上颜色，第九个短裙涂上颜色，可以吗？同学们记得把功课完成后拍照交上来给老师检查哦。 OK, please remember finish your homework and pass up to teacher for checking.Okay, thank you.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数学课就上到这，我们明天再见。老师也祝你们新年快乐。Plus matematik hari ini dapat di sini. Kita jumpa esok lagi. Bye bye, jumpa esok.